嘉义的中正大学为着让大家了解闽南的在地历史，推出计划“定国大学路”。即马正在举办对外工作坊，招人最实来了解闽南，唔那往来介出名，阁有最最农产品。挂条啊，长草啊，中正大学的学生一透早就来到闽南乡西昌社区。暗算用几工的时间了解米的生产过程，顺便体验做事人的辛苦。蛮常看到收割啊或什么，但你就不会想说那之后要做什么，然后那个稻秆有什么用这样。知道你吃的是什么东西，不是只是米，就是还有背后就是一些人的故事。这个工作坊除了有国内读册的学生，也吸引毕业的校友各同来参加。因表示，当初无机会了解这个所在，要趁这摆的机会，登高认捌闽南。因为我住在民雄，但是我对于民雄的了解，我觉得还不如我去其他乡镇认识的多，对啊，所以我就有这样的机会，我就会报名参加这样。中正大学的教授表示，未读起来的学生可能对农村甲农民的距离有淡薄仔远，希望透过这个计划，让学生甲社区会用互相愈来愈了解。同学们从都市来，带了一些所谓的物质文化哈，可能会对于一些农民来说哈，不是那么的友善。那但是经过一些接触之后呢，开始对农民的文化农业文化有些认识，跟农民的亲切有一些体认之后呢，开始关系会越拉越近。农村不是只有生产，农村其实它有很深远的文化跟它的环境的维护的一种意义。参加的学生表示，过去感觉米只是一项商品，唔捌想过为产地到岛顶这段过程当中有偌济付出甲美感。透过一摆活动，伊嘛通了解学校以外的环境甲产业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